第33课，友好，有趣。感动，感动。活泼，活泼。热闹，热闹。耐心，耐心。仔细，仔细。友好，友好。有趣，有趣。自信，自信。得意，得意。幽默，幽默。浪漫，浪漫。成熟，成熟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课程，欢迎来 XM Mandarin 中文学校，我在那里等你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再见。